哎呀，去广东搞过一年了，今天呢、啊，终于可以陪陪我老公睡觉了。今天啊，我要给一个大大惊喜给我老公。哎呀，想想我就开心。哎，小叶，哎，小刘，你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哎呀，这不是要准备过年嘛，所以想提前一点回来陪陪老公。陪老公啊？你老公不在家呀？对呀、啊，都不知道他去哪里了。哦，那你去进去等一下他吧。啊，那今天晚上来我家吃饭啊。啊，好的好的。哎呦，出去一年多了，现在回来还顶着个大肚子，不得了了，这个是特大新闻，不行。哎呀，什么什么，特大新闻呢、啊？今天怎么你在这里干嘛？有什么新闻赶紧说。老玉的老婆小叶回来了。回来就回来了，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新闻。问题是顶大肚子回来的，大肚子回来呀、啊！哎，你们在这里嘀咕什么、啊？哎呀，老玉、啊，看不出来呀、啊，今天戴这个帽子啊，特别适合你啊，这颜色。对呀、啊，刚刚在街上买了9.9元，肯定适合了。是啊，颜色特别适合，你看看。哎，你们好像话里有话，什么意思？哎呀，老实跟你说了吧，你老婆回来了。我知道啊，他昨晚都打电话给我了，我想死他了，我现在巴不得回去马上见到他，还这么高兴。对呀、啊，我肯定高兴了，我老婆回来了，今晚就可以抱着他美美的睡上一觉了。哎呀，刚才我们都说了，你这个帽子挺适合你，你还不理解意思啊？绿色啊，你们什么意思？我老婆干嘛了？我刚刚听小刘说，你老婆啊，今晚给你准备了大惊喜呢。呀，这个肚子这么大了！之前他刚开始去广东打工的时候，那肚子不是还扁扁的吗？这苗条的身材，就是现在呀、啊，现在呀、啊，这样子回来了。你们说的都是真的？我不知道啊，这是小刘说的。真的，我亲眼看到的，亲眼看到，那绝对假不了。没想到啊，居然去外面沾花惹草，哎呀，跟其他男人私混，真的是的，还把不把我这个男人放在眼里？真的是的，气死我了！我就说那个帽子很合适他吧，我们赶紧去看着啊！对，看一下他们两个打架，快去！哎呀，老公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去到哪里了？我都想死你了，正想出去找你呢。哎呀，果然他们说的一点都不假，你看看你办的是什么事啊？气死我了！说什么话？哎，小刘，你怎么又来我家？不是说今天晚上才来我家吃饭的吗？刚刚小刘说我还不敢相信，哎呀，现在亲眼一看，果然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啊？太不要脸了！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？你看，你眼见为实。对呀、啊，你还好意思说什么不要脸，什么眼见为实，说的我一头雾水的啊！你看看你去广东之前，你的肚子平平的，现在回来，你看几个月了，你自己说。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还说一心一意对我好，没想到啊，去广东打工了，你又变成这个样子了，水性杨花的女人。老玉有心跳哦，丢脸了、啊，我们家老祖宗的脸都被你丢光了，离婚，坚决离婚。哎呀，老玉不要冲动，喜当爹了，就是嘛，喜个屁呀、啊，又不是我了。哎呀，都不用出力就可以直接当爹了，多好啊！你意思说我大的肚子这件事情是小刘传出去的？对，就是他们说了。刚刚我砍柴回来，在路边那里听着他们呢、啊，叽里咕噜了。这个啊，我一问呢、啊，才知道啊，原来是说的是你呀、啊！现在村子里面呢、啊，肯定是传得沸沸扬扬了。这用传吗？你看。小燕，也不是我们说你啊，你说好好的一个妇道人家，你去打工你就去打工嘛，你搞这么大肚子回来，你不是给我们村抹黑吗？什么抹黑呀、啊？我这是要给我老公惊喜呀、啊！怎么到你们嘴里就变成不守妇道了啊？惊喜，难怪我每次打电话给你，你都说在加班，说在加班，说没空呢。旁边呢，我还有听到、啊、有男人的声音、啊。哎呦，老玉够惊喜吧？惊喜还是惊吓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这是惊喜呀、啊！啊，怎么了啊？这是我打工赚来的钱呢、啊！啊，怎么回事吗？啊，不是大肚子吗？什么大肚子啊？那小刘说的。哎，刚刚你把这钱放哪里？放肚子里面呢、啊。哎呀，财不可外露啊！现在不是年底了吗？好多小偷小摸啊，进屋作案呢、啊。
你不是有了？有什么？我去广东打工，我天天加班，天天上班。哎呀，我天天加班加到凌晨十二点，我中午一吃了饭，我马上就去加班加点啊，再吃一场啊，多劳多得啊。那你干嘛要把它放到里面去？对呀、啊，你没事你没事，你塞到肚子里面去干嘛呢？就想给一个惊喜你啊！哎呦，我钱我放哪里？难道有罪啊？我这要放在肚子里面，哎呀，要挨死了啊！你看，都是你们做的好事，你们乱说，哎呀，弄得我差点跟我老婆离婚了。你看，都是因为你们的。哦，不能怪我，怎么不能怪你啊？人家说什么，你就相信什么啊？明明不是那个事情，然后你们就穿得像模像样了，小刘啊啊！难怪关公，我看你那个眼神都不对劲，原来啊都是你传出去的啊！对，就是他传的，他说他亲眼看见的，说的有目有鼻子有眼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我家里还有老母鸡下蛋呢，还有小快来，小刘啊，不是我说你啊啊，你干嘛那么大嘴巴呢？你看，现在好了吧？哎，弄得我冤枉我老婆，误会我老婆，老婆真是对不起的，都是他们的错。你也是，我跟你同床共枕多少年夫妻了啊，连这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，难怪我在外面累死累活的拼命的加班，为了是什么？为了就想赚多一点钱给我们家这个修房子啊！哎呀，你怎么人家说一句你就信以为真了？你把我当成什么样的人了啊？我哪知道啊，他们说了有板有眼的，都怪你们。哎呀，老玉，你消消气吧。你看你老婆出去一年了，你看她那里最起码也有七八万吧，一个普通的员工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呢、啊、哎呀，我老婆勤劳努力，你看她都说了加班加到凌晨十二点呢、啊、人家一个月放三天假，我连三天假我都不舍得休息，我天天在厂里面拼命的干活啊，到头来变成到你们嘴里说我这个钱是不干净啊！我靠我自己的劳动成果得来的，为什么呢？啊！哎呀，你们这种人呢、啊，就是看不得我们好，滚！完了，给我滚！滚！是你这种人真的是啊！你是看不得我跟我老公好，你就故意破坏我跟我老公的感情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好了，就因为我们村里面有了你这种八卦长舌婆，所以啊，才搞得多少个家庭金枪脚架呢。哎呀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也不用那么大声嘛。哎呀，赶紧呐，跟我老公离婚了，还不大声？事情没有发生在你身上，你肯定不以为真呐。就让你这种人，走。哎呀，老婆真是太对不起了，我知道你辛苦了，走回家去，我烫只老母鸡，今晚好好款待一下你。他烫什么烫啊、哎？我跟你一起多少年了啊，连这一点信任都没有。哎呀，亏我还想给一个惊喜你呢。我以后啊，绝对不会再怀疑你了，走，我好好款待一下你，走了，讨厌了，走。